在这里等人啊。啊 ，Q 已经学了，你咋手那么欠儿呢？我跟你们说啊，要想你成为一个高玩，咱也不用说特别高玩吧，那不用说特别高的那种高玩，你就正常高玩，中等水平。你要学习两点：第一，你的技能不能上来就点，除非你是那种沙皇，那没办法，你学不了 Q， 学不了 E， 只能学 W 那种的。否则你不要着急点，你等你看着人了，你再想想办法。你这万一这一波他人给抓了，或者是我们蹲人，他学 W 能死，然后他没给打死，这就有问题。然后你需要学一个 Ctrl 加技能，Ctrl 加技能，不要手点，手点太慢了。来 ，A 点烟踩住 ，O O O， 平 A， 平 A， 平 A， 不杀了。来，他们家那赵信一会儿来了，俺俩打不过。呀，我 BGM 没放啊！哎呀，我操，我给忘了。准备好啊！哼，我得打你丫的！每人下心上的剑信，都是我出手的时机。快点升个二，踩住，驾着。原来日女一直学的是 E 呀，先吃个药。对你点他，你这就别让我点了。这日女站的真厚啊，没事等三再打啊，不是日女啊，错了，太阳妹妹。不推啊。我知道里边有眼儿，没关系。哼！别让他补刀啊！一个刀别让他补，他敢 A， 我们就踩他。哇扎！我这不死了吗？我得加血呢。这还点个什么加血呀？早不给加血。这波看看对面加没加血啊？加血了。我上来自己把这维恩杀了吧。日女儿没技能，没事。与我的名字一样。踩住 ，O 点烟，平 A 接扎死呀！这家伙。这下暴击没暴死啊，真肉啊。我的苦困让我成为一名普通士兵。没办法 ,ADC 是个傻逼，那就只能我们来了。
我扎，走了，不打了。对呀，山不一定真的难以越，甚至不一定真的是山。哇，这破败王六级了，等级可以啊，兄弟。等我们升六再去中吧，这现在去不了。这维恩怎么的呀？我踩住，哦，这扎，中标，还好啊，可以接受。踩住，哎，这怎么也能扣着我呀？来了破败王，不行你就杀这女坦啊，也是可以的。哇哦，可以啊，这破败王，来我们把这光头杀了。咻，为什么踩不着我，得了。你干啥呢你？我不欧欧你吗，小伙子？力量意味着你的毁灭。算了，来个考菲尔的战锤吧，木印都不让说，木印怎么不让说呢？哎，我纳了个闷了啊，那女坦有什么问题呢？女坦为何而战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为何而战。我并不争先，只是一心超越。是早已存在于他们内心。哎呦啊，我现在就得扎你了，我发现我就不能老踩了，我就不能老欧欧了，我就得开始扎一扎了。嗯，扎，谁来了？赵信呢？随便来呢，赵信。那光头是个屁，你让他来，那光头头发给他揪了。
我脏，我再脏。哎，不杀不行了，来吧，三、二、一，上前踩。我操 ！BGM 给我停！哎，太猥琐了，玩的难受。不出塔，急了急了，这波有点急了。就只能我们越塔，不越塔指定是杀不了。你指一个我看看，真敢指啊！就纯依靠防御塔，就是。你俩千万别回家啊！你俩千万别回家，你俩只要回家一个，那一个搁塔下指定是死了。漂亮！踩住点燃接扎，谁的传送？完了，没飞走，人也太多了！哎呦我的妈呀！一下了下来五个，这游戏真难玩。你还敢跟他们玩？那一下来下来五个人，永不言挂。我有大能飞啊！这大虫子不杀是不行了是吧？我一看呢，哎。维恩，你在下路自己敢在这玩儿？维恩，每天的黎明都是诸神的黄昏，因为那时的凡间来大漠荒原，没用，踩住哦哦接扎，突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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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A 接扎，好打吧妞，踩住 A 接扎。再来一波啊！来个水银海吧，这把，这把水银海。你就高过一座山。这版本塞纳能打 AD 吗？谁到了？快点踩住！哦哦哦，接扎！这不行，这可救不了。来，扎！走呗，走呗 ！A， 扎！接 W， 先杀大虫子。A 接扎！接扎！大虫子多少钱呢？大虫子才300块钱吗？大虫子，啊，因为我们家是优势。因为万物都会坠落，所以攀登是我们必然的宿命。
这怎么不出那个清兵规则呢？出了啊，出了。战争之道在于亲近。飞喽！咻！踩住哦，点燃接扎接平 A， 接扎接死亡，没蓝了。大虫子好像有点厉害啊，他们家的大虫子，下版本大虫子也学了，先插个针眼儿，没事啊，这死不了，踩住，哎呦我扎，这波想勾引一波啊，勾引失败了，我先勾引他们一波，我闪现进来。要小法师给他们框塔里边，能不能杀一个？控确实是有点多呀。你看，就像这种勾引，看到吗？吸取教训了啊！吸取教训，带个针眼吧。小龙应该是没了。对面控制薛飞是有点多，一个接一个的。能不能让我 A 一个，让我补一个行不行？预判为人，预判失败，尴尬了，在这等一会儿吧。来了，踩住，哦哦，接扎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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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我们属于草丛之中的人啊，漂亮。哎呦我漂亮，扎，不好闪现踩呀，这波小法师没什么血了，不行算了吧，走吧，不能打了，这又将他们抛弃践踏。小法师玩的可以，先插个眼儿搁中路，大虫子挺烦人啊，这大虫子挺烦人，踩住哦，点燃接扎接平 A， 接扎，漂亮，给我吸他。不行，不能打。没人在干什么？
能不能抢点人头？你问我能不能抢点人头？我也想抢点人头，那他们也得给呀。谢谢，好配合呀，好配合呀，啊，兄弟俩，谢谢啊。天是寒冷，处理高山的我并不需要。以前发呆哥闪现无息地，你放屁，是闪现无息地吗？那发呆哥搁中路一顿按加血飞喽，啾，抓，哎，停了。好像我们没有小法师就是弟弟，还是得跟小法师一块走。有些时候不要被这个眼儿给骗了，这眼儿是没有视野的。亘古长鸣的回响，这波应该是要打团了，来呀，先插个针眼儿。踩住哦，接扎，跳弹先打一手，扎，别着急，踩住 A 接扎，木印触发，扎点燃，把维恩杀了，行，全死。以我们的牺牲换来团战的胜利，我觉得这波值了。有些时候辅助就是要这样玩的，没办法，谁让我们是辅助呢？咻，踩住哦，接炸接平 A， 杀人于无形，这就是木印。来了，踩住 A， 太阳妹妹 A 接扎，闪现踩住 A 接扎接平 A， 扎，走吧，要我说。左边有眼儿，左边一旦有眼儿，对面啊就会觉得很安全，然后我们在这儿蹲一走，很有可能能蹲到人，知道吗？哎，接扎，接平 A 打不动，平 A， 平 A 踩，这打不动，
别扎，杀杀赵信吧，踩住，哦哦哦，接扎，接扎，插个眼来，这不能上了，没有人了，这把眼排了，可以回家了。我们出个钉，省着这波呀，一会儿让人秒了的。这边挺喜欢打我的，哦，漂亮啊！这不会要挖抓扣了吧？我操！给我杀！完了，投降了。投降了。